聘请要来开给他，所以他就已经走去要叫给他路来，所以现在就是老仓开始要去叫给他咯。楼顶的一个行，我去吃的身躯边，甲伊一个西麻子，来甲去吃高高甜，伊人客官。哇，即马艺大只甲阮嘞，遐甲好嘞，哇，去吃痛甲乖乖乖，乖乖乖乖叫。啊，今日就是安怎？去吃光景路码头，听讲你是叫做秀銮官，相当是高顶的艺大，拜托你把白家来断啊！啊，人客，阮功夫学无偌久。落下手脚有较输，南关北关是阮拢有啦，阮惊你嫌阮歹功夫。你若着爱这尔客气，这尔细腻咧，我着知影你观点。你若着爱这顾客，那我着毋捌开菜店，好歹我嘛袂晓嫌。安尼我知影咯，我来传啦。我准备要来大天台，伊人客官。哇，即马艺旦把白鸡去藏，藏伫其中外中，坐我去食伫咧耍，真着去食伊脆皮，唔、啊去食去脆皮较甜糖啦，规世人唔捌说讲较甜糖啦，哈哈。哇，
即嘛去食去喝下段，真落到底，哎呦，就安尼忙死死去咯，神魂唔知飞去啥物所在啊，下段看到敲门，嘿，人客啊，你等我来通知，你要煮饭煮菜呀啥物，你赶紧讲，我通叫总婆来去传。哦，这啊，去食好水，但先煮一碗，我讲煮饭是要无饭碗。七鸟啊，一只两斤半，煮好汤落去大水盘。哎呀，人客呀、啊，你实在是爱讲笑啊！鸡蛋听到啊，一句话，今日煮饭无的啊，是要倒去的啊话。今日冲天有人做，也嘛有讲阿婆地句话。烧酒威士忌，也是要吃薄莲子。哦，唔通哦，普通的来吃就好。薄莲子伤高，我吃袂落啦。我搁煮饭一块汉士豆，顺便煮饭一罐白葡萄。啊，我知影了，我来去传啦。煮饭酒菜随时到啊，烧酒一人品一壶。鸡蛋的礼数，搁用真高，哎呦，坐伫嘞乞食的大腿头啊！哇，即马乞食唔啊摆伫嘞查某的身躯边，鸡蛋搁甲塞奶，嘛搁甲拖落去。啊，好啊，这个好啊，性地呀，卡嘛我奶呀！韭菜食了。困哩，鸡蛋香水呀，挂面滚啊话，唔知是去吃鸡身份，鸡蛋甲去吃七嘴轮，咦，去吃好鸡蛋，来甲试面，吞甲嘴烂嘴，擦擦顶啊话。心内是爱赶紧，机关是破着可怜，机关是破着可怜啊喂！啊，人客官酒菜吃了啊，你会忝无？我你这头路去哪里来吃？无，我带你来去小轻松一下。啊，好啊，这个好啊，鸡蛋带路啊，最头前。就请去吃来你房间啊喂，小撮八九名床顶，哦，两人讲甲相满面。咦，情难自人啊，一所在嘛是天地斗，虽败呀喂，敢是我前世做好歹。今仔日接弟弟来甲阮开，啊是是是，我想家是有影，那对我是全都好名声，三顿盼我咧红车，有厝拢嘛登记怪名啊，来这里好，鸡蛋随时呀，落暖头，但你是富豪啊。行到啊喂，如果你也袂娶妻后，那么，那无安怎？那无，我才予你拍长包。咦，哦，那对我吃穿啊，是袂艰苦，我全工咧收地里租啊喂。在我人也袂娶某，
我出门拢身的人穿雨衣。啊，还是什么身啊？哦，这个提丁身、地下身、落魄身，拢总身啊！啊，实在我真荣幸，会当甲你带同进，你若会当来听小温医生，现在我尼啊好嘞！哇，现在两人就开始在咧博感情咯。已经过会，已经过会，你记载几段浓浓转载。谢谢大家。